好，加油！大家为我们的圣文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哇！今天是这个，我为了建豪来台中，这么多次以来，真的是空气最好的一天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发现哦，我发现就是说这个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民进党选情越坏，台湾台中的空气就越好。哎，你发现了？民进党选为什么？你看这两天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民进党很多地方选情不好，包括台中啊，快输了，对不对？北部新北市状况也不好。对。结果呢，深澳可以不见，中基可以停火。对啊，对啊。你看有没有这种事情？表示说什么？表示过去啊，各位想不想到，这个民进党因为他在执政的时候，他为了硬干他这个检核仓促废核的这个，他不是检，他是废核，仓促废核的结果啊，导致台湾缺电，缺电怎么办？中基火力全开，拼命烧煤，哎，结果搞了半天，现在快输了，居然可以停掉。那你看过去这两年来，台中这么多的这个乡亲莫名其妙吸了一大堆有毒的气体，吸了一大堆空，不是白吸了，不是白白牺牲了吗？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表示我过去这么多次来台中帮他扶选，每次都要吸一大堆这个污染的空气，也白吸了，对不对？会白吸一大堆。原来搞了半天，民进党快输了，他马上就可以变。对，民进党只要快要输了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谈。哦，那换句话讲说，如果这一次民进党在市长、市议员选举又赢了，对不起，恢复原状。对，哦，就像陈水扁以前讲了一句名言：“奥多奥国的后面啊，没有多，我就是选赢了，我立马要让。”所以哦，我是希望以后我每次来台中，不管是为了建豪还是为了任何这个台中市的这些好朋友们，我希望每一次的天气都能够像这样子，都能像今天这样子。